莫总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莫总来检查广告投放。莫总也真够拼的，停电了还过来检查工作。难怪在上格混得这么风生水起啊。没办法，对项目负责到底是我的一贯作风。我家悠悠怕黑，幸好有你在。歇了。好说。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走吧。莫总好像帮了你不少忙，我知道你们是工作关系，但悠悠，我得坦诚，我并不喜欢你跟他走得太近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咱们确实得好好谢谢他，早知道上次那大闸蟹，就送他了。嗯，我就是送给他了。送了就好，以后还是少麻烦他吧，总麻烦人家不好。好。莫总，工作时间确认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，最后是访谈。到时候现场会有工作人员做指引。我不可能为了这点工作浪费3个小时。没问题，那我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。现在就改。好。就在这儿改。好，没问题。每个环节精确到分钟，时间一到我会马上结束。好。徐总监既然这么怕麻烦，你何必来找我？工作需要，仅此而已。希望别人也这么觉得。其他人怎么觉得就不劳烦您费心了，改好了。悠悠，
我有个文件好像掉你那儿了，着急用，你帮我送过来好吗？哦，好。莫总，新做的法务协议。好。拍什么呢？王琦，你不会是爱上莫冷面了吧？徐姐，这是商业机密，我也不方便向你透露太多。我只能说，我在莫总的终身大事上添柴加火。谁呀？这么不怕死啊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琪琪，徐总监是不是范律的未婚妻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徐总监是范大律师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经典大瓜，素来相见。那，辛苦了。这么远跑一趟，没关系。还没吃饭吧？一会儿吃个饭。我就不吃了，公司还有事呢。我都安排好了，走吧。罗总，莫总。罗总，莫总。哎呦，记点，疼！哦，当你们女人太不容易了。大男人叫的跟杀猪似的。找我来什么事啊？林子哥哥又麻烦了。开玩笑，莫总这工作能力，刚来上哥就解决了几笔大的投资。那是怎么了？许清幽，他有未婚夫了。未婚夫？所以啊，你就放心吧。那我也不能放心啊，明泽哥哥魅力这么大。那得看人家的未婚夫是谁。谁啊？我们公司那个大名鼎鼎的金融律师范云熙。真的？信不信由你。哎，你这次消息刺探的不错，再接再厉哦。打住，我对莫总忠心耿耿，再说了，我一个堂堂的投资分析师怎么能天天跟你干这些小儿科的事？这可是有关林泽哥哥的终身大事，怎么能是小儿科呢？你难道不想看我和他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吗？我怎么这几天一点都没感觉到他喜欢你？你林泽哥哥是内敛的人，怎么可能把心意随便写在脸上呢？他这种冰山冷面，就得靠我这种温暖的小太阳去融化他。范律啊，那 DDS 项目补充协议的事儿，我可就全权拜托你了。罗总，您放心，交给我的事一定给您办好了。嗯，今年啊，好项目难找。募资也难，还好我挖到了林泽，他虽然年轻，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莫总的厉害我早有耳闻，三年帮金阳拿下15个王牌项目，真是了不起。过奖，范律才是行业翘楚。哎，范律啊，最让人羡慕的是他身边有徐总监，这么个优秀的未婚妻呀。碰见悠悠，的确是我的幸运。来，
小莫啊，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看啊，也该找个人稳定下来了。高总，我这个人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是个麻烦。哦，不知道莫总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不爱吃芥末的。徐总监也不爱吃芥末吗？没有啊。来，喝我的。莫总选择女朋友的标准还挺别致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。来。这么多年了，连你不吃芥末也不知道。你喝多了。徐总监逢场作戏的能力真的是强。莫总自作多情的能力也不差。有意思吗？你为何负处心积虑佐证的饭局，有意思吗？你想多了。想没想到你不清楚吗？自欺欺人有劲吗？放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破镜的抽烟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抱歉，范云熙向我宣誓主权，这就不光是你的事。徐晴悠，这么勉强自己有劲吗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悠悠，悠悠，你进去，别被误会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也许吧，可能我是真的疯了。本来我可以冷眼旁观的，但我现在不想了。你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不好吗？他如果真的信任你的话，你根本不用这么躲躲藏藏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悠悠，悠悠，你非要这么逼我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破镜能抽烟吧？范云熙向我宣誓主权，这就不光是你的事。徐晴悠，勉强自己有必要吗？
怎么了？我看你从餐厅出来就一路愣神。没什么，确实有点累了。怎么了？你的口红有点化了。刚才莫总也去了卫生间，你看到他没有？没看见。莫总接管乐蜜之后，我看你比以前更忙了。莫总这个年纪就做到了上科的 MD， 势必是有点手段的。但做事先做人，莫总这个人说好听点叫深不可测，说的不好听了经过上次莫总提议，我们回去跟 DDS 做了深度沟通，修改了收购协议，他们同意如果收益不达标，可将投资款变为可转债。小莫，你看呢？协议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是DDS 的三位创始人是大学同学，曾被外界誉为传媒三剑客，但是最近一年在各种公开场合 CEO 都不见踪影，有人猜测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派。都是些道听途说，他可不必在意。上个月 CFO 过生日， CEO 仍旧没有出席，并且在推特上暗示自己正在被逐渐边缘化。如果他们因为权力争斗而导致拆伙，那 DDS 的未来恐怕就不像我们如今看到的那样一片光明了。综上，我认为对 DDS 的收购应该重新评估，谨慎考量。莫总，很多大公司都经历过创始人的权力斗争问题，也不影响公司估值。你这么下结论，未免有点不专业。没错，若他们仅仅是因为争权，确实不至于。可剩下两位创始人长期出现在娱乐新闻里，平均7天会在比利夫山庄举办泳池趴，15天更换一个绯闻女友，还有赌博、斗殴、散播过激言论等社会事件。 DDS 能发展到如今地步，靠的是创始人的能力，而不是私生活。想必莫总应该深有体会，毕竟听闻莫总的私生活也很是精彩。但谈起工作来，不照样得心应手，头头是道吗？想不到范律对我的私生活如此感兴趣。在我看来，谈感情、谈项目都是一样的，有难有易，只不过最近碰到一个 hard 模式，确实比较分神呢。范律啊 ，DDS 收购案金额巨大，我们还要再商榷一下。理解。嗯，再见。不知道莫总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。好。莫总觉得我这块百达翡丽怎么样？不错。我这个人很怀旧，喜欢比较有年头的东西。百达翡丽1839年建成 ，DDS 2000年成立。我和我的未婚妻也在一起10年了。范律绕来绕去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家悠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招人喜欢，但他跟我一样，也是个很念旧的人。一个人能有几个10年？更何况是他最美好的青春。有些事啊，是不会那么轻易被动摇的。范律拿捏人心的本事，我是比不上。我只知道及时止损的道理。人嘛，总是要向前看的。依靠过去，将一个人束缚在原地，终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很欣赏莫总，所以好心提醒：有些事名不正言不顺，
小心输了做人的根本，坏了名声。多谢范律的提携，在我们投资中，坐庄与被坐庄，控盘与被控盘的立场瞬息万变，正反颠倒的事也时常发生，所以范律还是先看明白自己的位置吧。告辞。秦小姐，工厂说了，加班加点三天才能完成。样品没有问题，但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我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我一会儿再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两天。嗯，尽量吧。啊，哇，这什么情况？这啥？这什么？好好吃啊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范律请大家喝咖啡吃蛋糕了。哇！范律说感谢大家平日里对我们秋姐的照顾，以后也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啊。好的好的好的。秋姐好幸福啊，我们也跟着沾光了。秋姐，这范律师也太贴心了吧，你们办婚礼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大家伙都叫上好吧。秦英，给大伙分一下吧，吃完蛋糕抓紧工作，啊！嗯，好，来总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吃那朵花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看起来就好吃啊！是啊，好香啊！尝一口。这才叫真正的快刀斩乱麻，范云熙真的有一套。我感觉我最近的私生活全部都被曝光了。他这叫宣誓主权，刚才在会上和莫林泽针锋相对，笑里藏刀。我本来心情就不好，咱能不聊他吗？许清幽，这叫前有狼后有虎，你就是这个。我看你是找打。午休时间跑别的公司干嘛？手就要拿了。我先走了。昨晚的事，抱歉。没事，谁都有喝多酒的时候，只要莫总不要越过这条线，我们还是好的合作伙伴。如果说我这个人天生距离感差，掌握不好尺度，控制不好分寸，越过了这条线，你要怎么办？那就把那些事情忘掉吧。许清幽，你现在这样开心吗？莫总，我开不开心跟你有关系吗？好，如你所愿，我尊重你，也尊重你的这条线。一杯清醒泽，我请你的。五十二吗？想多了你。放这儿。哎，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想女人？能不能给你的吉他手一点私人空间啊？莫总，明天跟拍早上九点开始，您时间是否可以？好的。我觉得你这次是玩认真的。哎，不是赢、挑战、冒险，那些才是你的人生信条吗？
什么意思？这叫划清界限。波波他爷爷到现在已经82了。你知道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吗？因为啊，他爷爷不多管闲事儿。穆林泽，你现在真的很过分哎！你信不信我请个新的吉他手啊？那你最好快点。两个机位的位置一定要确认好。还有小胖，弹幕方向您导好了吗？没问题，姐。莫总可是很难搞的，他……莫总很难得跟我们合作，我们一定要打起120分精神，好好加油。嗯，莫总早。徐总监辛苦，我这么难搞，让大家费心了。可以开始了，莫总这边请。前些年，整个行业都看中一些重量级的大公司，跟投是趋势。而这两年呢，所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更细分、更垂直领域的公司上。比方说，我们上哥选择乐蜜电商，就是很好的证明。听说乐蜜电商准备上市，遇到很多问题，那这是不是投资轻量级公司的弊端呢？任何一艘航空母舰都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其中一定会有它的艰难险阻。而乐蜜的成功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秋姐，莫总的直播数据爆了，都夸他呢，说他专业又有魅力。哎，你看，还有小迷妹说他是新的理想型，袭击老公。越有魅力就越不可控，像他这种人，只可远观，如果离近了，招架不住，也琢磨不透。秋姐，那你是承认了莫总有魅力？胖儿，你的理解能力是有什么问题吧？没理解错呀。请问莫总，上哥未来有什么规划？上哥未来三年的规划主要瞄准在互联网新兴行业，生物医疗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我在工作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忙莫林泽的直播啊？嗯，希望公司能满意。莫总面上确实很有风度，但做事不择手段，业内风评很差，要小心提防着他，不要和他走得太近了。不会的。啊，对了，昨天给你送去的咖啡和点心，大家还喜欢吗？于西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，以后你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提前跟我说？这里毕竟是公司。抱歉，我想的没那么周到，我只是希望你开心一下。我们想回到以前，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。再多给彼此一点时间好吗？好。我要去工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莫总。走。感谢莫总的支持，数据非常好。不用客气，徐总监没有失望就好。怎么会呢？好多人都夸莫总呢，就连我们的许大总监都承认莫总您有魅力，说您魅力太大了，只能远观。注意措辞。难得呀，徐总监还能这么评价我。玩笑话而已，莫总不用当真。徐总监的话还是要当真的。就你话多。我走了。啊啊啊，你不是说不吃吗？就非得抢我呢？你管我呢？你不好好在学校教小朋友画画，非得跟我来金雕，你很闲啊？上次我不是破坏了你的相亲吗？我是来给你赔罪的。冰淇淋，你想吃多少，我都给你买。我不吃，我就尝尝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女人啊，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。
说谁口是心非呢啊？说我口是心非？你不是啊？说不吃不吃，衣服还在吃。干嘛？这衣服很贵的，你还想蒙我脸？想死你，赶紧给我擦掉！小屁孩儿，太讨厌了你。刚才看那款包不错呀，赶紧把这换了啊！谢谢亲爱的。方琦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啊，这是我。哦，我认识。你好，我是曲凯未婚妻依依。啊，等着我给你擦手呢吧。好了。啊，你好，我是方琦的未婚夫许卫。你好，曲凯。听我们家方琦提起过你，说起来我跟方琦在一块儿还得谢谢你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走了。这次的投放一定要注意。嗯，这里这个方案是完全不行的。秋姐，来，最后确认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，给广告部确认吧。嗯，后天上线。好。青柔姐，嗯，翟总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了，公交硬广全买断了。这可是咱们乐蜜的年度大策划，360度全覆盖。青柔姐，给咱们印公交广告的印刷厂电路事故，出不了物料了。什么叫出不了物料了？就是后天咱们要投放的所有公交硬广全放鸽子了。找。赶快找附近的印刷厂，看看有没有能救急的。明天12点前一定要完成。好，快。喂，你好，我这里是乐蜜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想加急印刷。关停了，那请问是因为什么？好好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，哎，我这边想要广告啊，多少钱都行，我就尽快。喂，你好。好。不好了，秋姐，本市大部分有资质的印刷厂因为安全检查问题全部停工了。秋姐，小厂子接不了急单，而且颜色也不全。找，再找找，再试试啊。好。许巍，你知道哪里有印刷厂能加紧印刷吗？莫总，这是明天开会所有的资料全在这个 U 盘里了。喂，许巍。喂，姐，但愿找到一家能接急单的，而且符合你们的高要求。太好了，在哪儿？地址？我微信给你发过去，地方有点远，你得抓紧过去。我马上到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这时候而已。不用那么紧张。水中游。